平常是放在这边，然后我们那天是另外一个代班的员工，然后他就帮客人点完餐嘛，那个窃贼他就点完餐他就没有走，他就拿着他的单子就站在这里等，然后我们员工就转身要去制作餐点的时候，他就趁我们不注意就把那个爱心箱放到下面去，然后后来我们员工转回来之后，他还是装没事，就是我们员工没有他，他就问他为什么站在这啊，然后他就说他在等餐啊，然后我们员工就转身的时候，他就咻就直接把那个爱心箱拿走。